今天为什么用来用国语、用华语来施惠、来祈祷、来感受这些，是因为我们华语跟台语的那么一个礼拜，有许多的大陆来的学生他们一点点都听不懂台语的，我们体谅他们，我们听得懂华语，大家能够用华语更多的部分我们来做礼拜。但是牧师交代的，来给他听现在陶笛献奏妇女团契，他们要奏两首歌曲，相当的好听。好，我们就交给妇女团契。不是欠揍啦，是现揍啦。嘿，阮要献献奏啦吼，要学上袂到上袂，因为伊咱有教分制吼。阮用分，人讲分达啦吼，我念一百四遍一百五十篇啦吼。就是上帝的圣所俄勒伊，就是伊关联的穹苍俄勒伊，就因为伊大关联的名做俄勒伊。叫伊里了的关大俄勒伊，就分扫角俄勒伊，弹石弹琴俄勒伊，拍鼓跳舞俄勒伊，用丝弦的乐器甲分箫俄勒伊。用声大的喇叭俄勒伊，用音悬的喇叭俄勒伊，天哪有喘气就拢就俄勒耶和华。今日讲分节，阮用迄、那个分陶笛来献给上帝吼，感谢俄勒主。因拢足紧张的啦，因感觉讲第一次吼。献出第一次，所以因咱诶，等下会当来